我们看一下，它用两点一横代替草的头，这两个点的话，上面宽下面窄，一个低一点，这个高一点，大小有变化，横不要写太长，短一点，左低右高，撇注意有粗到细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画要稍微长一点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长短要变化，下面的口口在下边的时候相对说要宽扁一点，横折横细竖粗，顿下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画拖住这个竖画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但这个口不要太宽，到先写两点，第一点要小要低一点，第二点的话要高要长一点，横笔要短，撇在横画中间，起笔要短小，竖画要细短一点，横折这个竖画要粗要稍微长，这两个竖画对比要有粗细长的变化，里面的两横连住左边竖，右边不要相连，我们看一下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不要写太宽，点对要高于这个横画，横折折撇不要写太宽，顿一下，然后捺笔方起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慢慢把笔提起来，把上面留出空间，按点由轻到重向左下方斜行笔，顿一下，不要写它太大太宽，撇折这边出头代替这个点，撇注意这个横画要长一点，由轻到重左低右高，这个要窄，这个要宽，突出这个笔画，撇折的话两头粗，中间要轻，然后向右下方要长一点，之先写中间点这个提，给它抱团，蜡笔离这个提的起笔要稍微近一点，然后再向下，要突出蜡笔，蜡笔的话方起笔，然后向上，然后再向右下方顿完之后，再慢慢收笔，这间距要小一点，这边间距要大